来，老铁啊，我又来了啊！哎呀，我们掀个盖子啊，看看大货啊，大海螺啊，大家伙啊！哎，看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大有大啊，大货啊，海螺啊，把裤带摘掉了啊！哎呀，这么大一个裤带，好，摘掉啊！这么大啊！今天啊，今天我拼一把吃芥末啊！老铁啊，老铁，给我个双击呗，给我个关注呗，给就给一个吧。来，老铁啊，来一锅啊，看看。帝王蟹啊，葱姜辣椒大锅啊，这个帝王蟹啊，我半年的生活费啊，大龙虾啊，哎呀，再来了，再来酱油啊。来点料酒啊，再来点啊，生命最全啊，盖上锅盖啊，下个视频开灶啊。哎呀，熟了啊，吃个迷你，哇，小爆头，有黄有冒那种，肉的话特别嫩，这个肉的话特别香。它和爆头的话不一样，爆头有嚼劲，这个的话肉质嫩。这么多废话，要个双击啊！啊，那先给个双击，谢谢啊，给一个嘛，免费双击给一个啊。到时候你到我这边来，请你吃海鲜。一小锅熟喽，撸个海螺，咦呀，二两半一个的海螺，教你们怎么吃啊，慢慢的旋转，黄一定不要断。那才叫技术活，哇、哦，断了，来点汤啊，大肉，苦胆我也能吃，哇，哦，来点辣，哦，太烫了。哦，来点辣椒面，看观众给个欢呼啊！来，老铁啊，我们来一个啊，海鲜啊！今天啊，我们也不扔锅盖子啊，我们要学个正常人一样啊，来慢慢放啊！今天来一个啊，来个大爆头啊，还看看软不软，弹它。我们也不吃芥末啊，学正常人一样，芥末也不吃啊。木啊，有喜欢吃的给个双击呗，给又给一个吧啊。大腿啊，再吃个腿啊。老铁，我又来了哈，今天啊，哎呀，看看大货啊，哎呀，大鱼子啊，哎呀，看看。哎呀！今天来个好的啊，辣椒啊！啊！老铁，给我个双击呗，看我这么拼的碰上，给我就给一个吧啊！嘿嘿，我又来了哈，来，大帝王蟹啊，吃什么吃啊？天天也不上热门呀，啊，回家种地吧，别拍了，回家种地吧。老铁会给我双击的，我才不信了，还给你双击，不信你这次看一看啊，可以上热门的啊，来一个大海螺啊，大吧。
别拍别拍，回家去猪种地也可以，喂猪也行。哎呀，别拍了别拍了，回家喂猪，猪肉那么贵。海螺啊，干不回家喂猪吧。嘿嘿，今天啊我又来了啊，老铁啊，哎呀看看，哎打袋子啊，打开看看啊，哎呀哎呀哎，这么大这么大的袋子里面这么选的肉啊，哎来点辣椒啊，来辣椒啊，过瘾啊！老铁，今天拍段子也没有双击，也没有关注，你给我一个呗！明明生活不容易啊！来，老铁哈，又来了哈！吓我一跳！哎，大帝王蟹，大龙虾啊！我要吃大龙虾！这个龙虾给我妹妹吃啊！来，你吃吧，自己扒开吃吧啊！我吃个小的啊！哎呀！吸个小的啊，哎，小虾不好吸啊，哥吸不出来，哥，那你先饿着吧，用力吸啊，我卖完海鲜，我再回来给你做饭吃。吸不出来，哥。来，老铁啊，我们来一个虾啊，看看大虾啊。大不大，大个虾啊，特别好啊，特别有弹性啊，小孩孕妇都可以吃的啊，啊，这一款大虾哈，就是5060的啊，这一盒是，净重3斤7两啊，毛重4斤啊，大个大个的啊，鲜活速冻的啊，有喜欢的啊，给我个双击啊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啊。老铁，我又来了啊，来一个大锅，哎呀，来个大锅啊，大火锅啊，哎呀，再来个大的啊，哎呦，你看，放上啊，香醋。再来点料酒啊，再来点啊酱油啊，老点啊老干妈啊，放上啊生命之泉。